你干什么？同志，我是警察，我正在办案。那辆车上有我要找的人。赶紧上车，我带你去。谢谢。 找到了没？没有，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。不好意思啊。你知道玉林商贸吗？知道。麻烦你送我过去吧。好，上车吧，我带你去。谢谢。 指挥中心，我现在在与韩路上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两名伤者劫匪有枪，请求支援。各组注意，歹徒劫持了一名人质。谢谢你放了我。都别吵，下不要命就不要吵。 歹徒车辆正往你的方向开去，立刻设卡拦截。 这儿的负责人找来，是。负责人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们这个楼有几个出入口？
除了正门之外，还有两个楼梯，还有一个消防通道。里边还有没有你们的人？三楼还有两名正在施工的人员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让我到，带两个人，准备跟我进攻。是。在一块儿，大家有个照应吧。绑在一块儿，谁也走不了。最没人用的，我不知道啊，大哥。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！你把枪放了，想死是不是？想成英雄是不是？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放！把枪放下。
冤家路窄啊，目标。三年前没把你打死，今天你可是自己送上门的。少跟我废话，把人给我放了。高队，开枪毙了这个王八蛋。放人质可以，你们两个留下。先把人质带走。把我兄弟放了。你把他也给我放了。想赌命，你赌得起吗？跟我玩，你玩得起吗？高队，开枪啊！开枪，我们都走不了。开枪啊！开枪！我数到三，一起放人。你别跟我耍花样！冷静！目标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走。想走是吧？好。